是的。哈、啊，这个 SF 还是相对而言感觉，可能也是太久没有碰到过蜘蛛了啊，这是直接是没有任何的抵抗，你下来还要被咬死一次，因为蜘蛛现在已经是压你几乎两级，还不走出来，还买 TP 出来，啊，这个，哦，换路了，换路了，哎，这也是一个方法。而且中路一直是没有买真眼，这个就是路人的打法，非常的路人。EDL 好像也就是本身一个比较路人的定位。我们知道国外玩家的话，他们可能哎呦这个开始直接咬你 C 一下也没用啊 ，W 一下也没有哦，这个时候没有 W， 有可能只有一级的 W。哎呦锤中两个，诅咒一下，但是这个塔没有去点人，后面跟追不上了。上路比你直接 TP 中了一个 G 之后直接 TP 反应还是非常的快，因为 G 之后然后 B 本身啊潮汐也有这个鞋子可以追上你，有第二个海浪，而且遗忘法是我们知道他的幽冥轰爆这个技能，哎呦开了大招，流浪剑客没魔了，咬死老牛还是比较细腻，在被他打最后一下之前撤了。不过再来一个比较幸运，就是他又在这上吃了一下经验，呵呵。好，这是一个游走型的老牛，比较的少见。现在比较尴尬的情况就是 SF 的等级不够啊，谜团加上狼人加上蜘蛛这个推塔还是非常犀利。哎呦这个肯定要来一下了，诅咒这个死掉了啊，再见。哎，这个诅咒的等级不高啊，还不会死。这个诅咒的刚才是 Swim 没有等啊，巫医走上来放诅咒之后再放锤子，本来等诅咒上来之后再放锤子的话，这个伤害配合上诅咒的额外伤害，玉木蜘蛛可能会要死掉。而现在因为巫医的等级不够高，看他这一个诅咒最多就两级，搞不好还是一级的诅咒，这个让我有点不太理解。水晶侍女这个在上面补一下等级，反正线上有人就行，水晶侍女这个装备也没法去进行其他的工作。两大招，两个大招带走一个 SF， 差点还带走这只小鸡。现在过来啊，老牛这个时候中了诅咒之后再一个锤子，想要放出这个踏地板还是有点难度。比方法师 C 一下，但是没吃了魔棒追不上，哦有假腿了。应该说谜团在线上赖线的时候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不错。哦哟，直接开了这个网就冲上来了，不敢上去。哎这是干嘛，冰一下，无疑只有一个 C 的魔法，所以还是比较谨慎。现在潮汐相当的纠结，哎呀领导还打电话过来，我先接个电话，大家稍等一会儿。好，下午又有一个采访啊，本来还以为下午可以稍微轻松一点，哎，一个电话引发的血案呢、啊、这不老牛要报仇了，你骗自己吗，你想干嘛？这个地方的树林吃一棵树走出来，漂亮犀利啊，不错啊啊！这个地方的树林也是后来改版之后才有的，这很早以前的版本是没有的。再蹲一下地板有没有踩住，直接咬上去，你这个时候开了虚无自己的话也只是骗自己啊。锤子一个，老牛这一个大招放的是拦腰截断了自己这个道路啊，看到这个大招 Loda 已经没有兴趣上去再追了啊，直接心一凉啊，哇凉哇凉的。这边狼人要被塔打死了，我又差一点啊，下路塔被推掉。这两个召唤流的男士啊，猛男这个毫不做作的直接把塔推掉。在这种情况下狼人确实是可以出祭品，
首先是推荐很有用，然后这个自己的蜘蛛也可以享受一下。蜘蛛这个时候哦，看到他这个时候并没有选择，哦，他这个时候是直接夹腿之后要转狂战了，盯一下，顿一下，锤不要锤中两个人就可以了，只锤中一个 C 上来诅咒没用的，这个时候就是骗你诅咒的。这是放大招，哎，这个大招的位置都还是不错。盯一下，又是一个蛛王，看来这里是没有选择 W， 直接是硬上流啦。小谜团威力还是比较大的，哎呦，差一下。然而罗达在哪里？嗯？罗达呢？怎么我的 OB 实在是已经找不到他了，他挂了吗？什么情况？刚才有点找不到人了。老牛，哎呦，那罗达这个走位太诡异了啊， OB 都已经丢失他了。又 A 一下，但是诅咒已经消失了。踩地板，哎，但是被打断。 Hit and Run 的话还有一次啊，还要两，还估计还要打两下，啊，这个恢复符直接浪费掉，但也不能算浪费啊，救了自己一命啊。罗达这个走位，本身蛛网加上这个夹腿的移动速度啊，已经是提到非常高的一个线，一个程度，也是让我们 OB 表示非常的纠结。好，老牛这个英雄应该说很久也没有见过他了。包括估计现在咱们很多的这个初学者都没有用过这个英雄吧，他也算是一个，哎，也不能算新人了啊，从来只见新人笑，哪里听过旧人哭。老牛说，你们有了新欢我就不算新人了。其实他也蛮新的啊，只不过出来之后那一段时间是特别的阴吧，后来就基本上是属于常年被ban的一个情况。放了一个眼睛，然后直接看到两个人，哦呦，古法这个虚的躲起来，躲猫猫 TP， 有没有大招啊？不放大招的话这个流浪也还是要死。怎么样，我临时转口转的比较快吧。流浪装备不行啊，前期天灾的这一个应该说 AOE经常是被牵制住， SF 没有办法去进行太多的团战。再说了， SF 前期这个发育实在是太差了。啊，这个狼要往后拉一点，对，往后拉一点，待会儿，哎，有小谜团，有小谜团的话还好，可以 C， 就是自己让自己的小谜团变。但是这里打游上的计划应该说会被天灾看到啊，有一个眼睛，天灾他是要骗天灾过来打吗？蜘蛛要赶紧过来，开始升了小蜘蛛了。 F 一下，但是后面潮汐直接放了大招了，我已经听到狼人，哎呦，哎，还差一点啊，这个要挂，狼人挂掉，后面蜘蛛是咬死了 SF， 但是自己还是可以安然的逃脱。冰女的一个大招清兵顿住，哎，这收住手了，没有能够及时的顿住。好，老牛一巴掌拍死。这个老牛看样子是要出引刀啊。唯一的 C 在这种救援的时候，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。好，罗达非常细腻的一个走开，不然的话被塔打这几下还是比较的伤。大招，想要继续追人吗？诅咒没有上上去，及时的一个走位。但是冰女这么奔放是不应该的。啊，还是非常的激烈啊！我觉得，国外的比赛他们想法不多，就是人头。我还是蛮喜欢这种风格的。顿一下，哎，也顿出来，不过这里 C 上去，蜘蛛还想要想办法偷个人。这个有没有看到蜘蛛？有没有看到蜘蛛？啊，没有看到。他这时候偷人的话，偷巫医还是有机会。哎呦，但是你这是暴露了自己啊！C 上去，但是在隐身的效果下，这个 C 是没用的。
他这个。